今天驾洗车老的 FK 做试驾影片。哇，这个换挡手感超好。Danis Autometry said 6 p.m. meeting. Would you like to reply? Yes. What do you want to say? Okay. Your WhatsApp reply to Danis Autometry says okay. Ready to send it? Send. Okay, it's sent. 哎，本来要做这个试驾影片的，结果要回家开会。不过呢，现在这个手机还有汽车唱机的这个连接功能已经是发展很强大了，很多功能很好用，然后非常的方便了。所以我觉得今天这支影片，不如我就和大家分享一下这个车载唱机和手机的互联功能到底有多强，到底有多好用。OK， 说这个市面上啊可以连接手机的这个唱机啦，主要有三大种类。第一个就是这个 MirrorLink 哦， MirrorLink 就是其实它就好像一个 projector 这样子，把你手机的这个所有画面投射到这个唱机上面。那这样子的一个形式呢，在使用性上啦，其实没有这样方便，因为你并不能直接透过这个唱机来操作，你所有的操作都还是要手机这边来完成的。所以这个是 MirrorLink 的一个缺点。还有第二种就是现在市场上很流行的这个 Android 唱机啦。那这种唱机呢，就是给你的车子原本没有这种智慧型的唱机的话呢，你就可以加装这一种。好像我本身的车子也是使用这一种唱机啊。那这一种唱机呢，我觉得还有一个好处就是你什么 APP 都有，好像Spotify 啊、YouTube 这些都有。但是在使用的这个方便性 friendly 程度，我觉得还是稍微缺了一点、欠了一点。因为它首先，我每次开这个唱机了，我每次都要接一个 WiFi。因为它本身是没有这个连接互联网的功能的，或者是你买那种可以装 SIM 卡的唱机，那你就可以透过这个 SIM 卡来上网，可是你要多一张 SIM 卡了，就没有这样方便。那还有一个我个人觉得是缺点的，就是我本身的这个车子的 Android 唱机的，我每次开车我都要 manually 就是手动去开我的 Spotify， 然后再按 play button 我才可以听歌，它是不会自动去做这个连线实现这些东西的啊，包括 Waze 也是这样子啦。那最后一个就是我们平时讲车的时候都会一直在强调的，就是 CarPlay 还有 Android Auto 了。那这个东西是我个人觉得目前啊市场上最为方便、最为实用、操作方面呢也是最为好用的这个手机连接功能了。因为我只要这样子接 cable， 甚至现在的这些 CarPlay 还有 Android Auto 有时已经是无线了，只要连接上去，所有这个手机的功能全部都投放在这边，然后我还可以直接在这个唱机上面直接这样子操作，包括 Spotify 啊、Waze 啊、Google Map 啊这些主流，然后开车时需要使用的这些功能呢，全部都能在这边实现。那平时我们试车，我们有什么时间去介绍这个东西啊？所以今天这支影片呢，我们就来试试看这个 CarPlay 还有Android Auto 的这一些功能，顺便给大家知道到底为什么我们会一直去强调这个东西啊，因为它真的是很好用。那我今天就跟这个洗车佬借来了这辆 Civic Type R FK8， 因为在试了这么多车子的这个 CarPlay 和 Android Auto 后，其实我觉得 Honda 的这个 CarPlay 的功能啊，算是目前我使用过最好的其中一个了。因为其实这个 Honda 的 CarPlay 啊，它是真正的一个原装，就是不是像 OEM， 也不是那种 aftermarket 的，它是这一辆车一来的时候，它就已经是有 license 了，然后它是专门设计 for 这个唱机的。那市面上其实很多品牌虽然说是有这个 CarPlay 啦，但是有可能它使用的是后期加装的这个唱机，它不是这种原装的，就是美美这样子的。又或者是它的唱机是原装，但它的 CarPlay 呢是后期加装的，所以在使用方面呢，它其实没有那么的顺手。所以我现在就示范一下了这个原装的唱机。原装的咖啡用起来是怎样的？那我会讲这个 Honda 是最好用的，其实是因为啊，它除了它的这个解析度很高、很清楚以外呢，包括在白天我都看得到以外呢，它还支援这个 touch screen。讲到这个 touch screen 呢，有些牌子的这个车子的 CarPlay 呢，它是没有 touch screen 的。虽然说是有旋钮，还是可以另外的方式来操作了，但我觉得在这个直接性上啊，还是 touch screen 最方便。尤其是我有时候开车的时候，我需要一些按一些东西的时候啊。我觉得这个是最直接，我可以最容易做到盲操作的。尤其是好像我在开，可能类似我开这个导航，我需要输入这个地点的时候啊，我觉得有 touch screen 是最快的一个方式。那这种原装唱机的原装 CarPlay 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啊，它和这个方向盘的按键是有连接性的。好像我现在其实是在这个FM radio 的模式，我这样子按这边，然后我这样按上下，我就可以切换到 Bluetooth，
然后我可以直接进入 CarPlay。 那有些车款这种非原装 aftermarket 的 CarPlay 呢，他们是没有这个连接性的，就变成我要换模式的话，我要从这边这样子去点点点点这样进去，比较麻烦一点啊。这种原装的呢，我就可以直接一边开车一边这样子按，这样子按，这样子进去，手指是不用离开方向盘的，我觉得是更加好，也更加安全，更加方便。那还有一点就是，我试驾过这么多有 CarPlay 的车子，我发现一个小问题，就是有一些 aftermarket 的 CarPlay 啊，好像类似当我在开车的时候听着 radio FM， 然后我停下来等交通灯的时候，我要插我的手机，我一打开 WhatsApp 或者是 Facebook， 它就硬生生切换到这个 CarPlay 了。然后我要换回去我的 radio 的时候啊，我要从这个 touchscreen 这边这样子去找找找换回去。那这个系统呢就没有这个问题，首先它不会这样子硬生生切换，那就算它切换了，我只要从这个方向盘上换回去我的 radio 就可以了，相当的方便了。那我现在就来示范一下怎样做这个连接啦。那我先拿着一架 Android 的手机，现在这个 Android Auto 其实是相当的方便啊，你不需要去做什么 hack 啊，然后还要按10次、20次、30次这样子的那些 connection 的东西，也不用去做后门的这个另外加装，你只要直接连接这个 cable， OK， 然后等一下，这边就已经 loading 着了，然后我就直接进到这个 Android Auto 的界面了。啊，然后我看一下 Android Auto 有什么功能啊？我们有啊，导航，然后有 YouTube Music， 有 Phone。这个手机其实是没有 install Spotify 啦 ，Spotify 其实是有的。然后你也可以看 News， 然后 Calendar， 你的 Reminder 这一些，就是跟你的日常生活有关系的 APP 呢，它都在这边都直接可以打开。当然不止这些，还有一个很强大的就是它连声控都支援，而且这台车的这个声控呢，这里有一个 button， 我按一下。Workshop， 它就直接 show 在这边了，我附近的所有 workshop 它都 list 出来，就是这样简单的。OK， 那接下来我就用回我比较熟悉的这个 CarPlay 啊，所以我先 disconnect， 然后我再换上 CarPlay 的 cable 接上去。OK， 啊就直接进去了。那这个 CarPlay 的界面，其实也是和这个 Android 都相差不多了，就是它主要的 APP 全部都。放在这里了，包括刚才我讲的这个导航啊、Waze 啊、Google Map 啊，然后我的电话是有安装 YouTube Music 跟 Spotify 的，所以全部都显示在这里。而且这个 CarPlay 它有一个主界面，所以这个主界面呢，就是这个我的主要的导航系统还是 show 在这边，然后这里还有 show 额外的信息，包括好像刚才的我的这个 event， 它也是 show 在这里。这个主界面呢就更加的就手了，更加的方便，而且就够大，你开车的时候都看得到。那同样的这个 CarPlay 呢，它也是支援 Siri 声控功能的。同样的，我也是直接在方向盘这样子按一下。How's the weather today? It's currently clear and 29 degrees. Expect mostly cloudy skies starting in the afternoon. Temperatures are heading down from 29 degrees to 26 tonight. 接下来我试一个东西啊。Reminder 7 p.m. vibrate. Okay, added to today's reminders. 真的是很强哦，所以其实基本上这个Siri 我们可以做到的东西，你透过这个车机都能够做到。就是我在开车的时候啊，要做这些琐碎的这些日常的东西的话，都可以实现，所以是相当的方便的。那接下来我就要示范一下，我个人觉得五个最好用的功能了。首先就是先 call 人。Call Calvin Automachi. Calling Calvin Automachi. 就直接可以 call 到我同事了，就已经在 call 着了啊，先挂断先了。那接下来我要做一个更厉害的，那就是 WhatsApp 我的同事。先按这个 button. WhatsApp message Calvin Automachi, I'm on my way. Your WhatsApp message to Calvin Automachi says I'm on my way. Ready to send it? Send.Okay, it's sent. 就这样简单而已。而且这个 Siri 哦，它还可以读出这个我的同事 send 给我的 WhatsApp message 给我听，一切都是在我开车的时候可以做到。OK， 接下来叫 Siri 播歌给我听。Spotify play Fast and Furious Tokyo Drift. Here's Tokyo Drift Fast and Furious from the Fast and the Furious Tokyo Drift soundtrack.By Teriyaki Boys on Spotify. 有哦，可以哦。那接下来我就要开一下我的这个 Google Map， 然后它这里跟 Mic， 我就试试看啦。
petrol station nearby。有哦，啊，我再试多一次。OK， 我要找吃。Restaurant nearby。有哦，而且真的是都是附近的这一些地点啊，完全还蛮准的这个东西，我觉得很好用。那来到最后一个方向也是我最喜欢的啊，就是 Send me home， 他就直接带我回家了 ，Unstart， 然后我就可以照着这个 Google Map 这样子开车回家了，非常非常的方便。好啦，那以上就是今天的这个简单的分享影片啦。那其实我们平时一直在强调这个 CarPlay 啊，还有 Android Auto， 其实主要原因就是因为，这两大这个手机互联系统的功能真的是很强大，基本上就是把你手机重要的这些 APP 全部都放在你的畅体上面了。我觉得对于日常这个行车的便利性，还有在安全性方面，其实是有帮助的。看，像我刚才示范这些，我真的是可以一边开着车一边做到这些东西，甚至我可能要问他问题。Who's the Prime Minister of Malaysia? Ismail Sabri Yaakob is the Prime Minister of Malaysia. 就我开车如果很闷的话，我还可以跟 Siri 聊天解闷。所以我就觉得这个东西，其实在现今的这个时代上呢，真的是必须要有的一个功能了。其实有这个 CarPlay 和 Android Auto 啦，你开车所需要用到的功能都已经是做到，我觉得已经是 100% 实现了。你没有什么声控功能这些，其实也没关系。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真的是好。就不知道你觉得这个系统如何，你和 CarPlay 和 Android Auto 有什么经验还有这个用户感分享吗？欢迎在下方留言告诉我哦。喂，等一下，为什么会突然间换场景？因为久违的送礼时间又来啦。那这一次我要送出的这个赠品分别有三份，这个可以装牙刷以及一些日用品的旅行包，还有两份这个手提包，它里面还有一个长的 strap， 你可以这样子挂着。那我觉得这个包还蛮实用的。你要如何赢取呢？其实方式很简单，只需要在下方留言告诉我你最常用的 Apple CarPlay 还有 Android Auto 的功能，我们会选出五个最好的答案，然后把产品送出去。喜欢这个 Honda 官方的精美产品的话呢，就踊跃发言吧。好了，今天这个影片就到这里结束。喜欢这一类知识型分享影片的话，记得留言告诉我，并且按个赞，还有就是分享出去。当然最重要的是订阅我们的频道。我是小明，我们下一期节目再见咯，拜拜。